一说还让你进董事局，把所有账都交给你管，又说移民要去加拿大，我还拿钱给你开餐厅，现在让廉政部署收买了回来，来指证我做污点证人。我收手十年了，我做了十年的好人了，做好人有什么用啊？妈的个臭婊子！你别以为穿西装打领带就是好人了吗？猪猪这个臭婊子现在要回香港来指证我们了。丹尼斯，如果明天那个臭婊子出庭做证人的话，你有办法搞定他吗？好啊，把我骗了回来，原来都是吹牛。喂，小姐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你以为就是你有事吗？我们差点陪你一起炸死。我们是政府公务员，应该的，又有退休金、房屋津贴、免费医疗，怕什么？要不是我们呢，你早已经炸成灰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别过来，过来我打死他。我是抓小贩的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对不起啊。你打死他你自己也跑不掉的。我打死他跑不掉我不管，不过你一定背黑锅。师姐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你要顾着我呀，我们大家都是公务员呢。老兄啊，你别那么紧张啊，一紧张啊你的手都不受控制，一不受控制你的家就会走火的。闭嘴，走。去什么地方啊？这队伍开始。哇，你不做司机也能做女警啊？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，我们秤不离砣。哇、哦、原来你真的是女警啊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你真棒啊。风寒对打，悲痛绝美